给大家介绍吧，说他家这骨头啊，从宰杀到上桌不超过12秒，吃着能感觉出来，吃着非常明显，非常新鲜，可以蘸着料啊，哎，蘸料更好吃。 这是他家的大骨棒，这个大骨棒啊，说实在，这个颜色呀，瞅着就没有食欲。你发这个肉红色，发着看着没食欲。这个，而且呀，价钱非常贵，4块骨头28元，来吧，尝尝。嗯，还行，味道可以。